翁叔尊敬的人，传旨你去，我家家里我最先兄弟。如此我是真欢喜，由教主来扫嘛。奉喜啊，既然此事王叔娘的出兵抵挡反起，倒不如咱奉兄弟双人，娘的先往下江的所在，会当好好培养兄弟情谊呀。你我是手足，你培养兄弟之情，可是现在。不过这是正正时机。对啦对啦，不过哪有那个心情呢？哎呀，洪兄啊，青龙你言吃菜咯，你即马等你头疼心乱，咱拍过来，唔知是赢还是败，你袂认咩？要甲伊饮酒，唔知是要胜败酒啊，胜成酒。莫怪雇主会讲伊无心无情，我咱就来个做大官，我咱就来领啦。我会好好考虑，我要甲后江来去。见我的红袖，内心退班。